嘿，你们早上好，我是阿青 Lucky， 我是阿青 Coco， 我是明奈，我是棒棒，巧克力 High Chocolate， 我是阿静。嗨，今天我们要一起玩盘灵古玉，哈喽！耶！我们欧玉娃十个人已经凑齐了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凑齐七个，我可以许愿望。中间就是你身后还有一个，哪里有八个？我身后还有，乱讲。这就是我们召唤出来的神龙啦，有没有看见？哒啦！啊，哪里有神龙？中间这一只啊，有点这里啊，这是神龙，这里啊，这不是竹子吗？它是神龙啊。那盘灵古玉这个游戏啊，我要拍给一个小朋友看，他叫做小新，他现在目前住院，他的愿望就是看到我拍盘灵古玉。那也祝你身体快点快快好，要身体健健康康快快好，快点出院哦。那今天我们来玩盘灵古玉，盘灵古玉里面有很多很多职业可以去做选择。那前面有告示牌，我们先看告示牌好了。梅子多起来了。巧克力，你要念吗？我在等你，我在等你念了。不用，换你来念了。欢迎来到盘灵古玉。盘灵古玉，我看一人念一张好了。由东方神话。与传说。看不到啊！看不到，被挡住了。说吧，我怕。就是你啦，阿静。一个人念就好，一个人念就好了。对，你刚才有七张啊，一个人念一张啊，真的哎、欸，好，我念第一张，我念第一张。欢迎来到盘灵古玉，这是一个由东方神话与传说建筑出来的幻想世界。我念第二张，我念第二张。您身后有五条道路，分别通向人族、仙族、神族、战神族和妖族。那我第三张。选择不同的种族将会影响您所体验的未来，请务必谨慎选择。种族一旦选定之后，便不可以重新选择。这就是你选择的新的人生，一直打。没有人念这张，我念完。下一张好。各种族有其优缺点，而种族之间也有各种合作或敌对关系，在选择之前务必详细。下一张。耶、yeah, ，我的。阿静，走开！你为什么在对墙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？我会把它挡住。了解各个种族的特色哦！惊叹号。欸、你念真的很少哎、欸！天梯呼吁 RFP 全体人员鞠躬，祝你有个愉快的旅程，起飞喽！晚上哎、欸，好啦，我们要选什么种族啊？这样子我们会不会全部都分开了？分手快乐，就看你哪一种族都全部都跟你不同，大家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啊！我都叫阿神了，我一定是选神族啊，这是我的道路。就分开，然后两年后再集合。两年后太久了吧？要来拍个照，然后顺便画叉叉。我是神族，你们是哪一条路？仙族。仙族。我跟明奈妖族。明奈也是仙族哦。阿静，你是什么族？我跟明奈都是妖族。妖族。那我嘞？人族。人族。人族。我是战神族。半半是战神。哇，半半你那条路感觉好恐怖哦。超恐怖了，我现在很害怕。真的真的啊。的感觉。那现在时间刚好是十点整，我们十点二十再见，我们挂通话喽、嗯。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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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通话挂断了，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大家都跑去自己的旅途了呢。好，我们要继续往前面走，这边有个告示牌，是神族的告示牌。神族是上古神士盘古的后裔，寿命与天地共享。神族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并且肩负着维护世界、守护的责任。哈、哦，阿神真是辛苦。四圣兽在神族的统领下，守护着世界和平。神族强大而悠久，但是居住于空岛昆仑，因此与其他种族交流并不频繁。顶多是仙族的族人和神族比较熟悉，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边缘人，从小到大没有朋友。神族的祝福是盘古的血脉，一出生就拥有强大的生命力，血量都比其他种族还要多。这个对很会死的阿神来说应该很适合吧。神族的成员通常较容易在混乱的战场中存活下来。哈哈，我一定是最后活下来的。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不同，三个不同的职业，然后每个不同职业又有两个不一样的职业。我到底在讲什么？总共有六个职业。那我想要选的是战士，金钟战士。想成为神族的一员吗？就进到塔里面吧。你的手是不是感觉有点短短的？而且下面有那种哎、欸，就是很像选择 NPC 的那种感觉。我真的觉得你手短短的。神族引路人，我们要进去吗？是这里是不是？哦，你选了神族。哎呦，怎么大家都在这个地方？请选择接下来游玩的职业。
接下来要选择职业的时间，职业有战士、弓箭手还有炼丹士，我们要选的是战士。战士擅长近身肉搏，弓箭手擅长远距离狙击，而炼丹师则是使用各种弹药辅助。队友是攻击敌人，每个职业都有不同的特色。后方是您的训练所，我们应该是要选战士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哦。体验课程的传送点，你可以体验不同的职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选择职业。我应该是选择战士了，就是这里了吧？啊，刚没有看见阿谦他们选什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应该是战士了。嘿咻！斑斑跟我一样是战士，哇！斑斑是战神族的战士，听起来好猛哦。战士是站在队伍最前方的职业，他负责吸收敌人的注意力，并且保护队友。战士的武器分为金钟还有破军，我们要选金钟，不知道斑斑选什么呢？金钟适合防御，这样子我的血本来就很多，又变得更多，根本就不会死掉哦。金钟手持着金钟类型的武器，移动速度会变慢，但是可以按右键防御，防御底下大部分的伤害都会减半，金钟也给予较高的生命增幅，因此金钟较适合有队友，就是一个坦，对不对？好，破军是什么？破军就是移动比较快，然后就是输出角色，我们应该是坦，对不对？右方箱子内有不同的武器，你可以先试试看，练习攻击与防御的技巧，拿着武器进入到下个房间吧。好，我们看看房间里有什么。金钟，金应该是我们要拿的。怎么感觉爸爸好像把好东西都拿走了？就只是一把剑而已，好在哪里啊？我去里面看看了。哎，行。按下按钮之后召唤测试用的怪物。踩压力板回血，好，试试看。有怪物吗？哦，这就是怪物是不是？我的血好像有变比较多哎、欸，有吗？好像有哎、欸。好，可是攻击力好像没有很强，我先补血。好，我要走了，再见，斑斑你继续玩哦，拜拜。斑斑把衣服给拿走了，我到下一间，先去看下一间房间是什么。我要返回职业选择的地方，我确定要成为战士，我应该要成为战士了，我就成为战士吧。好，范例 NPC， 请从此箱拿取出 NPC 对话泡泡，并与旁边的 NPC 交换东西。所以我这个是，我拿到剑矢，这个是他射我的剑矢，是不是？木元素，哦，好，我身上有一个基础的一把武器金钟了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好了。NPC 对话泡泡，前面的人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赶快去问他有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所以是把这个东西放上去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好，所以放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一个一个来。右边的道具右下角显示零，并不会消耗。哦，了解了。好，这样子是吗？看一下哦，它只是在教学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搞错。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放这个东西上去，之后，左边道具右下角代表哦是这个零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换取的时候注意不要按住 shift， 所以我们已经换取完这个了。那我有了这个之后，我是可以跟你讲话是不是啊？是要跟你讲话吗？哦，他一次只能跟一个人讲话。我们的名字有两种颜色，如果是绿色代表可以和我们购买物品。绿色，这个是一般的颜色，应该不是这个。如果是白色代表我们只是喜欢聊天的路人，所以你只是喜欢聊天的路人。有些 NPC 会踩在红色的框框里面，有看见了。如果你没有看见，如果你有看到红色框框却没有 NPC， 踩一下红色框框重置看看。好，知道了。所以斑斑现在正在跟他聊天，他不能一次分心。有些特别的告示牌字的颜色不同，对他又一件事情。哦，他是说这个啦。哦，斑斑在做什么？巧克力在做什么啊？喂，他们都在选择职业了。好好好，讲讲对着告示牌右键就可以获得额外的资讯哦。看似正常的告示牌，有时候也会隐藏着特殊讯息。看到想到就按看右键吧。好，重生石，哎呦，我不见了，哎，又出现了，我要拿起来。我拿到一颗重生石，死亡之后可以用重生石来复活。左边的箱子内有石头，可以试试看，请投入重生石，投进去。投入重生石之后，可以避免死亡后等级惩罚，也可以在重生特定的位置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用途，请大家自己摸索哦。好的，我看一下，好多东西哦。请与对面的 NPC 交换，啊，是这个对不对？应该是这个，然后要投进去，然后
啊，大家都在跟他聊天，他好热门哦。这个是重生平台，踩了之后就会记忆位置，死亡的时候用重生石就可以回到记忆点，但是重生石一次哦，一次只能用一次就对了，踩上去哦，酷欸，好炫哦。这里有锻造材料，请使用对面的锻造台来制作一件装备吧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将箱子内的三种材料放上锻制台之后开始做，就是任务箱里面的木元素了。他们在踩那个虫，吵死阿健，吵死了，下来啦。好，那我们放上元素，放上帽子材料，再放上核心，按一下这个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哦，有欸，皮革帽子做成了。这应该是原本的这个木元素也行了，我有一个皮革帽子了，戴在头上。他们都有装备，只有我跟阿静没有装备，也太可怜了吧。好，我们已经有帽子了。等等等等，我要重新来，全部丢掉，全部丢掉，全部丢掉。我要重新拿，我要先拿这个。天哪，我连一般任务都不会解了。然后为什么还要地上那么多这个东西？然后捡起这个之后，它不会消耗，移到下一页。下一页是示范任务道具哦，所以是这样子可以一直拿啦。懂了懂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请将，所以要把这个东西投进去，这样子才对。道具的文字叙述很重要，道具都有详细的叙述，请将鼠标移到道具栏上面。哦。好了好了，我全部用完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。看完了新手教学就前往故事导览吧，走吧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按一下按钮聆听解说，好像博物馆哦。按一下。史书记载，盘古开天辟地，双眼化作日月，身体化作山川，毛发化作森林草木。那个是水狼的声音哎。创造世界之后，盘古历尽而亡。盘古挂掉了，然后最后盘古变成一朵云。是神族继承了盘古的血脉，协助管理着盘古大陆。世界上万物繁衍，生生不息。好酷哦，好像那种展览馆之类的那种感觉哦。离开种族介绍，前往盘古大陆。离开种族介绍，前往盲龙的都是一样的字。好，我们要回到盘古大陆里面了。我想重新选择种族，不需要重新选择种族。特别感谢哦，这是那个前面就已经有开始感谢的东西了，水狼，然后一些 KY 小生，奥迪亚斯 MRP， 水狼老爹，这是同一个人吗？还是不同人？还有 Jerry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到盘古大陆了。嘿咻，我进去吗？哎呦，哦，我血量变多嘞，我变成神族了，是不是？生命值提升，我转职了，宝宝们。盘古大陆通则，然后我得到一个神族的证明，有了有了，剧毒鹤顶丹，然后还有15块铜钱加上包子，我血好多、哦，可是我的剑被没收了，可恶！哦哟，好酷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所以我一个人在神族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好清闲的感觉哦，新手导览员服役，这里是什么？遗失神族证明或泡泡可以在此领取，我没有遗失。嗨，你好。它可以换一些东西哎，可以换服役的推荐函，我拿喽，谢谢。这个推荐函好像日本的那个就是墓碑要插在上面。前阵子才玩那个至死不渝的爱这个东西，感觉起来非常的不舒服。然后我们是神族，为什么要像洞窟里面的地居人一样住在这里面呢？我不想住在这里，我想住在感觉很像神会住的地方。神族村庄出口右转，所以这只是一般的道路，对不对？好酷啊、哦！神秘祭坛这有什么用呢？点一下吗？没有用。好，真的很神秘呢。我们往上走，这又是哪里啊？呦，有人呢。昆仑神族守卫是我们家的守门人呢，所以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会攻击哦。不知道我跟哪一族有仇哎。如果跟那一族有仇的话，我把那一族的人带过来，会不会被揍啊？这样子感觉很酷哎，而且感觉好像可以跳下去一样。别乱来，就算是神族，但是还是会摔死。我们往前走。你好，你是旅人哎，你的发型有点炫哦。
你知道人族，你知道人族怎么去吗？不知道哎，这边真的太大了，我已经迷路好久了。哦，你呢？不能讲话。白色是可以讲话，我忘记什么颜色不能讲话了。应该是黄色不能讲话吧？还有另外一种颜色可以交易。神族村庄。不过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当中，我看一下哦，这是哪里？地板湿滑，请小心您的脚步。这感觉真的会滑下去。另外一边是盘铃的什么东西？盘铃的试炼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，服役在哪里啊？我先去村庄里面看一下好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水乡泽国的感觉。往前走，还行。我们好像是约定二十分集合，对不对？还没二十分，我们剩下五分钟。然后昆仑族守卫神族村庄，请左转。我们要往左走，是不是？好酷哦！天，这造景也太美了吧！资源中心钱庄，等一下，那个怎么好像厕所的标志啊？我们剩下三分钟，我们解得完新手任务吗？资源中心钱庄，我想去。多买一点吧。那个声音是，哎，六千，可以交易耶。资源中心负责人介绍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参考看看。这个声音是星期天的声音。等一下，我吓到我都把我的证明给丢出去了。